明了三軌法則，慈悲勝一切善，柔和惹一切惡，法空寂一切相，處大眾中無所畏心，廣為一切分別演說，用心愛了解一直愛，多謝期待人人愛深信體會圓教的真理。《法華經》啊，《法殊品》，佛陀呢用心良苦啊，为伊灭道后，未来的法要安怎传？而且最重要，佛法的精神理念，这些未来啊，在佛陀的时代，伊最担心嘛的未来，就是咱的现在，担心这个五浊恶世，用什么法来治啊？唯有呢，圆教，一个真圆融的教法，用世间啊作恶无明烦恼所需要的，就是需要亲像《法华经》这个法啊来应在现在，所以伊对这部经传法是真用心，也不断地表现出了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。要开始的，就是希望众生啊，会当人人回归真如本性，依佛同定同觉悟，迄个慧性啊，是遍虚空法界，以法界合为一体，这是佛陀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法人人会当体会啦。啊，但是众生啊，这无明覆盖着一层一层，不断层层覆覆。解开了咱原来的真如本性，无明这么高啦，用什么方法会当触动着咱的真如，和咱的真如本性会当以天地宇宙啊，法的真理契合起来，这就是用定定无明，把咱遮盖掉。也那无呢，咱的心以法界啊，虚空合二为一。啊，为什么？难道有这么多啊复杂的人生呢？本来就是真简单，
那就是因为无明，所以造作了真多复杂，所以纷纷扰扰啊。本来佛陀已经讲，四体化苦啊，但是呢，经过了再多的复杂，再多的无明，再多烦恼不断，再多复杂啊，所以越来越复杂去，所以苦上加苦。一当阵的人生，多一个是真快乐、自在、平安的人呢？弄些烦恼沉重，尽管咱每早起啊，大家人用功礼佛，无量义经一处一处直直读，或者是呢《法华经》安尼直直拜。故故都要虔诚，日日呢都要透彻咱的心，会当依佛菩萨合一。但是拜经归拜经，上经归上经啊，阁有机会坐落来听经的时，听还是同款跪听，这只是干那例行的生活。那安尼就足可惜啊！例行性的生活就变作真自然，不当一回事啊！就亲像咱，逐天伫咧生活，睏就是安尼自然睏啊，精神就是自然精神啊，路面床脚，就真自然，一天开始的动作，对咱家己的自身体，甲行出了疗房的外面。拢是例行的行动、生活，拢无感觉，这是爱真感恩的代志。逐天会当不知觉中啊，例行的生活，这只简单，咱拢无感觉，爱感恩。那有一天啊，睡不起，精神爬不起来，那是当准啦，那就是麻烦的代志都做了，身心嘛就不调和啦，就是叫做病啦。健康是真幸福，但是咱会疏忽掉了健康，拢疏忽去啦。咱拢未晓要珍惜，未晓要感恩啦。会晓珍惜的人，这种这么真简单的生活，照常那会当安尼。应该咱也都爱把握，把握在这么简单的生活中，听话的再多一份的用心，咱用来日常生活中，用在生活中契合了咱的法性，
再去讲的话，什么叫做大慈悲为色？大慈悲为色，那看到人，什么代志有较粗重啊？赶紧啊，出卡手去，出力帮助伊道破一个，甲伊出力道帮忙一个。这就是大慈悲为心，这么简单的代志啊，无忍心伊出力过头，咱啊加一分的力予伊做起代志来，伊轻松，咱欢喜啊。安尼呢，人甲人的中间相处，咱拢总是同齐立伫这个大慈悲心的人，尽咱的力量做咱该做的代志，尽咱一分的力去减轻伊的负担辛苦，这就是大慈悲心。啊，这个心体啊，就是咱的心性，咱会当去同理心，同理心啊，啊，这是不是真简单？咱做一到，当然，那会当将这个小小的动作，都开始用心。这就是生活甲法啊，是回合的，彼此爱关心，啥人的心不调和，就是身体有病，咱爱替伊用心啊，陪伴、照顾、了解，哦、到底伊。身体安怎？需要安怎治疗？咱都爱陪伴、关怀、照顾，真的又是搁深一层的慈悲。这份的爱呢，一层一层啊，深入，一分一分扩大。这动住动动住啦，动修啦，那同时照顾，互相呢爱的启发。这啊，敢有困难？那是无困难，就是从浅入深，从小至扩大。扩大到咱毋捌伊个人，无言大慈，发挥动体大悲，即祖先就是安尼开始，安尼呢，即毋忘众生，人人安乐、平安、快乐，即叫做。大慈，人生我土，人苦我悲，这叫做动体大悲。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，在咱的生活中无悔无怨，安尼呢，这动修动住动道。甚至甲咱无缘无故，同款菩萨所缘缘苦众生，安尼呢？这个大慈悲再扩大到甲咱无缘无故的人，咱嘛是安尼，
去疼惜，去爱呀、啊，这就是大慈悲为心，这是三法界的第一行啊。慈悲胜一切善，这是咱平时爱培养的，这拢真简单啊，这拢咱做会到啊。如何惹一切恶、哦？是啊，人爱多包容嘛。讲心包太虚，两就三界。咱的心爱真开阔啊，就亲像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啊，化界的地藏菩萨出生在韩国，古早伫咧讲《地藏经》的时，这个故事，有伫咧讲啊，韩国啊，一位王子。好傲佛法，他就是向往着在大陆呢佛法昌盛，所以伊将韩国啦，安尼放弃了伊荣华富贵王室的生活，伊安尼单独啦。身躯边就一只狗啊，一直甲伊对。那伊呢，就安尼，就搭着一只船，啊，就是安尼，一只的独木舟啦，就是一只木船啦，安尼真简单。一只船随风飘啊。飘到大陆安徽省，就安尼沿路行，看，哎呀，这座山真宏伟呀，欢喜呀，就是沿着这条山的路径，安尼直直去，就伫这个山的地方，就找一个困山洞啦。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修行，真用心修啊，静下心来，这样呢，过着真自然的生活。大地啦，无不都是伊的娘仓，可以呢，采大地的芽生，草菜啦，安尼来维生啊！逐天伫迄个所在静坐，有一群的诗人啊，爱爬山去吟诗作对，去找伊的灵感啊。有一天啊，看到一位修行者。好真庄严呢，真安静啊！那达边那来，都看到伊的生活是这呢，真简单。安尼伫咧生活，遐呢真宁静，伫咧修行，大家人感动啦，就来甲伊请法。来了解伊的心事，后来知影伊呢，就是从韩国来王室中的一个王子啦。这诗人骨较敬佩啊，所以从安尼传开了这个信息，啊，这个山主啊，听到
有阿尼的消息啦，他就来了啊，看啊，果然啊，这位真年轻、真庄严的修行人啊，竟然在这个所在这么久啦！我这个山主，这支山土地是我的，我竟然不知道，没有尽主人的本分啊，来照顾伊。所以从安尼开始，伊甲伊的囝，逐工逐工啊，都会来，啊来都会请法啦，听法欢喜啦，佮看到真侪人啊，都无法而来啦。所以这位山主呢，予伊的囝。甲伊家己本身安尼皈依啦，就向这位伫遮修行的人就讲：看来你想要伫这个所在了解佛法，爷爷佛法呢，你已经真清楚。大家人要来向你求法。啊，你应该爱有一个地方，来啊，这块土地的面顶，你感觉倒一个所在会当做咱的道场，请师父，你指一个地方会当做咱的道场，予大家人来求法啦。有一个所在，那这位修行者就讲：那安尼，我嘛唔知，差不多爱偌大地，伫倒一个方向，也无将我的家世抛对空中去，家世的影啦。所影照的地方，这个阴影的所在，那迄个所在就是我的道场。欢喜啦！这位山主呢，就讲一块袈裟，这细地哪有够做道场啦？修行者就讲：“有够啊，有够啦！”就安尼呢，一个袈裟提起来，就向空中安尼个抛去，向空中一压去的时，迄当阵啊，就像一片云呐，都遮盖了太阳，真呢。甲九华山呐、啊，规片的土地呢，都拢遮盖起来啦。我这位呢，人称山主啊，他就是安尼，足欢喜的啊。原来啊，这块土地是师父的啦，这个所在。会当予师父，你做永久传法的道场啦。啊，这个山呢，伊有山形，有安尼一凹一凹啊，就亲像呢高瑞的莲花，从安尼开始名称叫做九华山，那就是。安徽省啊，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，这如何忍辱伊啦？有心修行的人，发大心要求法，
发大心的团法，从安尼开始展开了方法啦，各有人安尼传说啦。地藏菩萨唔只是度生啦，就是也欲度死，因为地藏菩萨无忍心嘛，人间作恶，将来对地狱，所以他就是安尼发愿呐。不只是众生爱度尽，哪怕呢是地狱迷空也不生分，这些地藏菩萨的大愿呐。你想，这是不是大慈悲的心？如何忍辱伊？那这个如何呢？就是要知一切众生的恶，哪怕众生作恶啦，对落地狱，伊嘛要到地狱去救度众生。他的愿呐，是依佛者，佛陀的教法。也接受啦，佛陀呢也是同款啦，伊的本性经啊，发心是从地狱开始，不忍心地狱众生受苦，看透了地狱的众生，都是在人间造就恶业，所以因为安尼。生生世世来人间，干那为一大事，就是要度化一切众生，教导众生防非止恶。这呢，爱用如何忍辱伊来惹一切恶，惹止呢这个恶再产生起来。所以幻空为作，所以幻呢空即一切相，这就是表示心真清净，度尽一切众生。但是无有我是安怎去度化，就是尽心力啊，度化众生快乐。我发喜，这种随喜功德啊，弃除贪嗔痴慢疑，这个五蕴皆空，完全扫除身心烦恼呢，都空掉了一切，净寂清净啊，只是自然希望。这心包太虚，这种开阔的心境啊，所以叫做法空寂一切相，完全空啊，处在大众中呢无所谓，既然呢无有贪名夺利啊，所以咧讲的法在大众中。啊，有什么款可为呢？无有为自己的私利，是为天下大众的利益，为天下大众来度，所以呢，都无有畏惧的心，所以广为一切分别演说。不是为家己，是为大众而演说；不是为名，不是为利，是为人人呢，会当体会法的道理，人人会当接受，会当身体力行，在生活中，就是这么简单、自由的生活。
就敢那为着安尼，行在菩萨道中啊，无有人我是非，一代志发生，人我呢，拢总归纳于天地宇宙同一体，这同体大悲啊，这就是佛陀所要教育咱的三归的法则。这是真重要，希望大家人爱深刻印记伫家己的心灵呐。来看正面的经文，嘛是安尼讲啊：不闻法华经啊，弃佛地心观。法华经就是佛陀一直要传何世呢入灵根中去啦，看会当较普遍的人会当听到无？也若无听到法华经啦，弃佛地心远，离佛地是真远哦。所以入门是深经，缺了声闻法哦，若会当听到这部经啦，咱就真会当决定了解声闻，毋是究竟的法啦。所以爱赶紧呢，入这个圆满啦，真丰富的大法，一生实法。爱赶紧入来咯，吼！所以爱知影这部经啊，是诸经之王。佛陀呢，赶紧转开了声闻缘觉消性的执着，赶紧大开呢啊，圆融实教，就是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呢，是涵盖了大小乘的法，所以是诸经之王啊。文义体思维，大家人听了后好好用心啊，在咱的生活中，甲咱听法了后，咱对人对事有来回合也无，咱爱真好好用心思维，小小真简单的动力心呐，啊，咱有做到也无，咱爱好好思维吼，有大慈悲心无？有柔和忍着意无？空掉了一切烦恼无明执着也无，咱家己爱好好思维吼，动地处人定啊，尽以佛智慧，这个人都已经真近啦。那会当爱听安尼的经了后，好好思维呀，落实伫生活中。咱就知影，安尼的人
已经呢是慢慢接近佛的智慧了。若人说出经啊，应入如来性，着以如来依，依作如来座，处众无所谓，广为分别说。那是有人，就是安尼已经了解，思维生活依法啦。合为一体，真精进，持经修法讲法，那安尼呢？一人应该呢，就是已经啊入如来色啊，也着起了如来衣咯，做上了如来座，安尼人大众中啊。应该拢会当领证，无所谓啦。即会当向大众说法，即一段文是真重要。搁接落来的文呢，安尼讲：大慈悲为色，柔和忍辱以诸法空为座。处处为说法，吼、哦！那咱起码都知啦。现在了解那就是，哎，大慈悲为色，如何忍辱依呀？诸法空为座，咱哪会当安尼安住落来？伫如来色的内底，着如来的依，那么。坐伫这如来座，从现在开始啦，那就是爱说法。说法不是干那讲话，就是咱呢身心行动，举手动足，开口动舌啦，无不都是为众说法呢。这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就是立色披衣座座演说，就叫做如法。这不是只有几天在那讲话啦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法呢化成了真平常，我们一举一动啦，一句一话，咱拢会当影响人。慈悲啊，胜一切善，这就是要培养咱的慈悲，慈悲心在咱的行动中啊，自然呢会当升起了一切善啊，不是咱个人善，安尼念定，咱的善会当影响他人善，这。是带人啦，用真虔诚的心，人甲人的中间，互为益友，互相拢是好的朋友，互为善知识，真呢，就是慈悲，就是胜一切善啦，那。如何惹一切恶？咱爱用如何的心、宽快的心来包容啊？好好顺顺宽解错误的心念，
错误的行动，咱呢，那会当甲伊做好朋友啦。伊的心念错误，咱就会当及时甲伊纠正。伊的行动偏差，咱就会当安尼及时亲近啦，甲伊辅导。那安尼啦，用这种柔和善顺啦，那叫做惹一切恶，那就是防非止恶啦。这呢是爱用柔和的功夫，也都法空因缘所生之法。这个法空啊，咱一旦去体会，因为咱了解佛法了后啊，怎样一切皆空，我闻皆空。啊，什么叫做我闻？大家人知咯，因为听法了解我闻呐，色受想行识。这五蕴啊，一切世间所看得到的形形色色啦，所听得到的声，真的，在这个世间一切的声色，是不是会迷惑咱的心呢？是啊，咱拢总是受这个声甲色呢，来迷惑咱的心，所以咱有贪嗔痴慢疑的意识安尼起来，日常的生活凡夫都是安尼，好色迷起啦，因为色迷起引起了咱的感受。真不舒服，所以我有烦恼。我爱，我求不得，所以我有苦。这个感受，那因为外面的色，所以我起行动，采取我所想要采取的行动，这去做足种种的业行，归然呢？就是入色色的内底呢，不管是六色、七色、八色啊，总在烦恼色的内底。第八色累积的拢是烦恼，这叫做我闻呢。啊，这个我闻，咱若一旦听法了解啦。这个我闻的法完全拢空啦，因为这我闻呢是来自因缘所累积啦，无因不生缘呐。世间愈来愈复杂啦，本来是正单纯，好好一当修行。但是世间愈来愈复杂，知识所吸收的知识呢，聪明愈来愈多啊，所以会惹起了家己的心，受这个因甲缘呐，会发解困绑着，这就是对凡夫的境界。受我闻呐，安尼这个因缘解困住嘞，困掉嘞，所以咱了解法了后，就想法一切空，就不受这个法把咱困的困绑掉啊，咱一旦解脱，真的。咱若会当了解一切法皆空啊，回归正简单的生活，那
世间啊，复杂无明是人做的，人做的啦。咱要回归自然，就是这简单啊。随着安尼的运转，地球真单纯，绕着太阳安尼伫咧转，日夜分明，就是真顺时安尼伫咧转啦。咱人生活伫地球，也随着大自然安尼伫咧生活，本来拢是真简单，却是呢，就是人去制造，随着这个因缘制造复杂，安尼，予咱遮尼侪啦，会烦恼无明啦，这就是无了解烦。哇，大家人烦恼会当了解，那是究竟无实体，这个五蕴啊，对究个来呢，无一项是实体啦。你讲色是实体吗？也敢唔都是，真侪因缘去合合伊，一个物件成就呢？多一项物件是真单纯呢？你个一枝草，一点露。嘛是因缘会合来的啊！草需要经济，需要土地，需要水分，需要空气。那水分需要迄个精气呀、啊，太阳的热气呀、啊，吸收精气伫空中。啊，暗是暗的时啦，那就是迄、那个。热气伫空中啊，升起落水落来，这爱有几项代志去汇合，安尼就升起一枝草一点露啊。这个草甲露的循环呐、啊，露会当滋养一枝草，是因为呢露水归地。这么自然的道理啊，偏偏咱人就去造作真多的无明，所以咱若了解啦，一切归于空，名叫做露，露水归于土地，就安尼的循环，这是这么自然，但是呢，偏偏咱就是去执着。啊，那究竟到来呢，是无为实体啊，这叫做空境。本来呢是这么真，安尼空旷，这么真简单，所以咱来用心，用心啊，立在法中啊。的生活自然的丰富，因为咱了解天地万物的法，伊的道理，伊的道理呢，虽然真精致啦，但是足精彩。那真正安尼，甲法汇合在一起，迄、那个欢喜的心吼，叫做法喜，法伫心中啊。迄份的欢喜呢，感觉是足丰富的啊！何必要去找真济制造无明、制造烦恼、制造复杂，何咱呢？人间啊，遮尼真苦呢？复杂都归于苦啦，苦呢来源就是执的。安尼接来，本来啊，
空无一物啊，无一物中呢，却是呢，是丰富精彩的法，事事物物啊，天地，这么多水啊，山河大地啊，这种的循环啊，那里面的道理呢，是多么这么丰富啊，又是清净，又是自然，又是真丰富。啊，咱何里何当，拢无去了解，干那要执着的眼前呐、啊，一人事物啊，去甜着，啊，愈甜愈多呢，是愈复杂，真多。看起来、听起来，好亲像对，这是道理。但是呢，去究竟起来呢，这就是无明。啊，从这个无明中呢，去把它分析啦，回归回来呢，净寂清净，偌呢透明啊！最重要的，哎，自然希望。你的自然希望啊，修持不动，这念心呢，迄、那个空掉一切究竟透明，这呢是清净无染啊。想起来，人生都是这么简单，总是在复杂中呢，那。要安怎找出了迄个究竟的实体是空？这个就是爱用心去道理。也那是无明呢，是因缘会合，其实呢，这拢总是顶顶塌塌的业性啦。不断地延伸到我们生生世世这种的因缘，在五蕴的内底去造作，这不明道理就是不断造作，所以归入六识，归入七识，归入八识，这个烦恼无明识的内底，都由不得自己生生世世一直延伸去，这不究竟，所以咱应该呢，爱去找出了真理的实相、体性，那就是究竟、究竟体会无有实体，道理本来无实体啊。就是遐尼只寂静清净啦，你袂会当透彻寂静清净，唯有你爱自然希望，爱定心，爱清信，修持不动，安尼才有法度呢，把这个圆融三归的法则，咱完全。体会了解，啊，用复杂的心体会不到啦。我回一句话回来，简单，简单就是实法啦。所以咱要明了三规法则，那这么简单，三行而已，慈悲心，柔软意，诸法空，这么简单。那有什么做不到呢？就是在生活中嘛，所以大家人要时时多用心嘛。